西班牙王后真是美炸了，一袭红色大衣直接惊艳全场，看不出已经是奶奶辈的人。莱蒂奇亚提倡环保，这回的大衣由回收材料制成，又美又仙，令人羡慕不已。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，莱蒂奇亚王后亮相马德里，出席了首都的法律峰会，这次的造型简直美出圈，大红色的大衣十分显眼，拍照也很出片，将自己最完美的状态展现在大众面前。莱蒂奇亚王后的新造型备受好评，将优雅和大气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目前西班牙王后已经50岁，属于妥妥的奶奶辈，但是容颜和身材依旧一级棒，每次出镜都可有艳压群芳。上衣是由回收材料制成，裤子也是5年前的老款，看来莱蒂奇亚王后真是节俭。虽然是回收材料制成的衣服，但是依旧难掩莱蒂奇亚王后的盛世美颜，在镜头面前真是美翻了。这套上衣有2种穿法，既可以当大衣，也能当斗篷，跟西班牙王后的高贵气质很相符。这套红色大衣也不是第一次出镜，去年的圣诞节活动上穿的也是这件惹眼的衣服，现场的高清公务照曝光后，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。西班牙王后即使已经50岁，依旧处于颜值巅峰，任何造型的礼服都能轻松驾驭，简直就是行走的衣架子。